PNH 咧係一種好罕見嘅血液毛病嚟嘅。患有 PNH 呢個病嘅病人咧，因為一啲基因上嘅轉變咧，令到佢血球細胞咧可能會無緣無故咁樣咧出現啲嘢爆破，或者我哋所講出現溶血嘅情況。咁呢病人唔單止會出現一啲貧血嘅情況啦，亦都可能咧出現其他啲嘅併發症，譬如可能影響個腎嘅功能啦，或者啲血管入邊咧好容易出現啲血塊塞住啲血管，嚇對個病人咧造成唔同嘅影響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參與呢一個行動，支持我哋啲 PNH 病人去對抗呢個病。歡迎大家咧去瀏覽呢個 Facebook 嘅網頁，攞多啲相關嘅資料。多謝大家。